在世界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巨大攻势下，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非常の措置をもって自力を収集せんと保ち、ここに終了なる汝自身民に住む臣は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士と四国に対しその共同宣言を受諾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日本投降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世界各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中国大地上响彻欢呼声。作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战火摧残时间最长的国家，经历了14年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1945年8月21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金井武夫一行飞到湖南芷江，交出百万侵华日军兵力分布图，并签字接受关于日本投降详细命令备忘录。日方投降代表他们其中的驾驶员来到芷江待了3天5晒个小时，其中有2天就不吃饭，因为他看到当时芷江机场的中美战机非常的先进，而他们乘坐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专机作为他们的降机来到芷江以后，降机残破不堪，油漆斑驳，他们认为他们的败军地。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日本恰祥代表下飞机后乘坐的是插着白旗的吉普车，这是日军第一次以国家的形式在中国大地上举起白旗。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日本外相仲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文件上签字。之后接受投降的9位同盟国代表依次签字，正式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Today the guns are silent. A great tragedy has ended. A great victory has been won. The skies no longer rain death. Men everywhere walk upright in the sunlight. The entire world lies quietly at peace. 1945年9月3日，山城重庆变成了快乐的海洋。声势浩大的庆祝胜利大游行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夜晚。当日身在重庆的毛泽东欣然为新华日报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那遒劲飞扬的字迹犹如全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心情。这个时候毛泽东为什么会在重庆呢？1945年8月，蒋介石连续3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商大计。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他的打算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第一呢，他是判断毛泽东不敢到重庆谈判，这样呢，他就可以把拒绝和谈，发动战争的责任呢推到共产党的身上。第二呢，他是认为如果毛泽东能够到重庆和他谈判，那么他就可以逼迫共产党呢交出军队和解放区，
这样呢，为其以后再解决共产党也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三呢，他认为如果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也不交军队和解放区，通过谈判呢，可以为其发动全面内战，赢得时间。为了真诚地谋求和平，8月28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双方在协议中同意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共同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与其他政党合作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隆重举行。8时52分，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等五人步入会场并就座。接着，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代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等七人脱帽进入会场。日军投降代表按照规定依次坐在投降席内，均着戎装，未配军刀。9时整，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上证明文件。何应钦将日军投降文件的中文本2份交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一素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当即起身以双手接受，并在2份投降书上签字盖章，然后由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交何应钦。这时中外记者纷纷拍照，留下了这个见证历史的瞬间。南京受降仪式后，连着2个月，广州、北平、武汉、长沙、南昌、济南、蚌埠、汕头、台北和河内等地陆续举行了各受降区受降仪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对日俘采取了一系列善待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日俘遣返工作。至1946年8月，从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遣送回国的日军俘虏共125.5万人，遣返日侨共78.5万人。至1946年底，中国东北的100万日侨遣返工作基本完成。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的兴衰紧密相连。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行割占中国台湾。1945年，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苦的台湾同胞终于迎来了回归祖国的日子。台北中山堂原是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为庆祝裕仁天皇登基而改建的，这个被当成日本殖民统治施政印记的建筑
也见证了台湾殖民统治的结束。1945年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中山堂隆重举行。从此，被日本侵占50年之久的宝岛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南海诸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抗战时期，日本对南海诸岛实行了武装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些岛屿都将归还给中国。当年，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林尊上校任总指挥，收复了西沙群岛。永兴岛风光旖旎，椰树成荫，现在是海南省三沙市政府和三沙市警备区驻地。永兴岛的名字由来，就是为了纪念当年的接收舰永兴号。升国旗，绕国歌，在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走向最后胜利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命令，竟然指定只有国民党才享有中国受降权。面对蒋介石企图独吞属于人民的胜利果实，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命令解放军所有抗日武装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如欲顽抗，即应该予以坚决消灭。解放军发起了歼灭巨响之敌的作战。1945年12月，位于苏皖解放区南面的高邮，日伪军非但拒不缴械，反将守敌增至5000余人，妄图负隅顽抗。1945年12月19日至26日，华裔司令员苏玉部署和指挥了高邮战役。高邮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利用日伪军进攻解放区的企图，高邮成为我军从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城市，并且是全国范围内迁地最多的两个县市之一。在高邮举行了受降仪式，是日寇向新四军投降规模最大的一次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后处理的重要一个环节，根据国际法，同盟国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军战俘进行了审判。法庭设在日本东京的原日本陆军省，庭长室就是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和判决。5月3日，法庭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起诉书列出了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下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种种罪行。为了弄清真相，远东军事法庭认真审核了各类证人证言。日本干了坏事，他也不认账，甚至推到你那里说你是谣言，恶意重伤，那太卑鄙无耻了。
是不是？要干了坏事应该承认。罪恶受到惩罚，正义才能得以伸张。Accused Matsui Iwan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Death by hanging. To death by hanging. To death by hanging.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1948年12月22日，七名甲级战犯因为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被执行绞刑，对16人处以无期徒刑，对2人处以有期徒刑。1945年底至1947年底，中国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日本战犯案件2435件，经国民政府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涉及的日本战犯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日本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南京大屠杀举行杀人竞赛的第16师团片桐部队富山营副官少尉野田义和炮兵分队长少尉向井敏明等人，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在南京被枪决。通过这2次的这个审判呢，是确立了国家进行侵略战争，个人要负责这样子一个国际法一个原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做出的合乎正义的严正判决，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广泛影响。但是日本一直企图否认、美化法西斯侵略的历史。14位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依然在执意参拜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鲜血的战犯亡灵。2014年9月1日和2015年8月24日，民政部先后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这些英烈涵盖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国民党抗日将士、民主爱国人士和援华国际友人等不同群体的代表。第一、第二批公布的抗战纪念设施和遗址，涵盖了反映日军侵华罪行、日军投降和审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其他国家支援参与中国抗战以及纪念抗战牺牲英烈等各个方面。这些抗战遗迹遗址遍布全国各地，每一处都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这些毅然矗立的遗址遗迹时刻提醒我们，今天和平生活来之不易。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的尘烟没有湮灭抗日英烈的光荣事迹。
人们不会忘记这些为了保卫祖国血染疆场的赤子，我们要将他们的故事世世代代传送下去。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发展营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这片无数先烈用鲜血浇灌的热土已经成为了繁荣富强的国家，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阔步前行。这是一次险象环生的边防巡逻，1300多米的海拔落差让这条巡逻路的环境变化多端，潮湿闷热的原始密林，毒蛇毒虫肆虐，水位暴涨的小黑江河谷，异常陡峭的林间小路，无不让人步步惊心。巡逻环兵历时4天3夜，挑战生命极限，勇闯死亡丛林，他们能否完成巡逻任务？军事纪实近期播出《滇西巡逻记》